片纪录片就是记载以前圣人或者是名人所了解的一些东西，研究到的东西，他们会记录在那个纪录片里面。所以纪录片不是我们随便可以讲的东西，因为它必须经过一些比较高层人士、科学家所鉴定的，或者是文学家还是作家还是学士所记录下来的。整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看整个东西。那当我放的时候，从开始都有自己的命运开始，所以我放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今天讲的全部是讲神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。他假如是存在的，他是什么东西？他是在我们身边呢，还是距离我们很远？假如他距离很远，我们要用什么方法跟他沟通？我们要讲去求神帮我们。所以该 Mr. Lin 也讲的，或者那个妇女也讲的，就是一个专心感恩的心。然后他在这边所修的一些脾气改掉，一些慢慢的东西改掉之后，宇宙天的力量自然会跟你汇合，不需要太多的求的。很多人跪着求，求了很多年都求不到改变命数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当你求天的时候，你要天求是三处，你人做不到三处，所以永远做不到圆满。所以今天你们看整个开始